那拉达斯好像是有，有，而且这个版本有误导人的嫌疑，对，有，因为这个是 live 的版本。OK， 两位三，田馥甄的吗？你很会猜人名，对吧？二，你很会肯定。可以给我们提示吗？他们刚刚提示很多呢，我们一点提示都没。好，两位请掷骰。好，加油。好不容易知道了，四六福春出题，六福春。三弟他们在。哦，那拉达斯好像是有，有，而且这个版本有误导人的嫌疑，对，有，因为这个是 live 的版本。OK， 两位三，田馥甄的吗？你很会猜人名，对吧？二，你很会肯定。可以给我们提示吗？他们刚刚提示很多呢，我们一点提示都没有。哎，我们还在三立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们还在三立呢，拜托啦。我们也在啊，我们也在三立啊。好，我们也在，是三个女生唱。SHE 没错啦。啊？哦，对，然后五月天也是。对。好像是五月天的歌。演唱会 live 的版本。哦，有，难怪他们刚会这样讲。会不会想要嫁一个好老公？有一个很强。有一个 CM， 哎，五月天第一张专辑，你猜一个，快点。请看正解。哎呀，爱情的模样。对，没有，就猜田馥甄。好，再来轮到我们了。田馥甄很不熟。来，哎，那么他是。哎，都是别人的会，我们自己的不会。六点一，风炮，风炮，三四五六，风炮，那是风炮。再来，盐水风炮，请出题。世界不知不觉地变了，有时候怀念以前的我，做的梦虽然远远的，想象我好大声，一种快乐，拥有了。大家去参加风炮的时候，记得全身要穿好哦，不然被风炮抓到哦。好，什么歌名？张韶涵《不想懂得》，一起来演唱《不想懂得》。来。我不想快乐。